神李维维马上就要性感现身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远方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也想要呢亲眼来目睹女神的风采的朋友，现在呢赶快往前靠近一点点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好，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年度代言人李维维。好不好？来看一下我们黑色衣服的媒体朋友。